这肯定不是我的衣服。好，我先来告诉大家好了，如果大家曾经在电视上或者是电影上有看到精神病院的病患身上穿的这一套呢，叫做束裤衣，为什么呢？因为要防止他们会有一些失控性的行为，或者是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所以呢，要把他们整个病部通通的捆绑起来。那今天呢，我要来挑战这个逃脱，把我当成没有啦，我不是精神病患，我只是要来演绎一下要如何来逃脱这个东西。好，来，现在呢，我想要请一位观众朋友上来帮我把这里一道一道锁紧紧的帮我捆绑起来，有没有人愿意上来帮我？谁愿意上来？有吗？要男士要女士？都可以，男都可以。来，再举个手看看。OK，这位男士，你确定你要来吗？你还带着你的女朋友？好，有请。女朋友，你真的是，我发现你肚量很大呀，就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你可以先帮我检查一下，拉一拉这个锁呢，是不是真的锁，是不是铁做的？检查一下。没问题，没问题是吗？好，待会呢，这里总共有1、2、3、4、5、6、7道锁，待会我的助理呢会先示范一下四道锁要怎么锁，最后的三道锁要请你帮我锁上，可以吗？好，现在呢，好，接下来助理呢来帮各位老师来锁上锁。好，这里，这位女士，你可以往后看，再往后看，你肯定会后悔让她上来。这是什么？我先不告诉你，因为你看我们要锁下面的锁嘛，是吧？就会更加亲密接触一些。好，请助理帮我锁紧一点，越紧越好。哇，助理劲儿好大呀！现在第几个锁了呢？第三个。第三个锁。对，七道锁，然后助理先生锁四道，这位先生锁三道哈。好，三道锁，你一定要把它拍下来，以后就是吵架以后就是罪证，是吧？以后要吵了架，你就拿这个问他，啊，你看你怎么对我的？哎，好像还有一道锁哎。对。哇。哎呀，这位先生，你这个好熟练啊，你在家里边一直都这么玩的。哎呀，我说过你。这是你朋友哈，他幸福的两个笑容啊。最后一道锁呢，在我的大腿这边，请你一样帮我锁上。来，这位先生，是时候表现你即兴的技术了。对，要不要锁起来？要不要锁起来？赶紧拍好，以后都是这个吵架的罪证啊！哎呀，这位先生锁的好紧，在家肯定没少玩。我特别要祝这位先生，参加完我们这个活动以后，祝你们两个人还能像当初一样的和好，啊，当初一样的好，千万不要闹分手啊、吵架啊之类的，啊。这劲儿不小了，你真的很不温柔哎呀。他就喜欢这样。对，好，那我们请这位帅哥可以先回到老婆的身边。对，没错，你要看一看稍后的优米小姐是怎么挣脱的。好，这个挣脱术呢，曾经在美国非常有名的魔术师叫做大卫科伯菲也表演过，但是今天呢，我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它。我要挑战60秒来挣脱他，你们觉得有可能做到吗？不可能，对吗？好，我希望大家可以帮我集气一下，为我加油好吗？来，可以吗？掌声拿起来。好，接下来带来非常紧张的挑战60秒之多数，请大家拭目以待。
手可以就多出来，好，手一起中高出来，动作很迅速，只需要极大的勇气，已经很难受，但是正在挣脱，还有30秒，好，已经出现了一只手，出现了一只手之后呢，就会加快效率。好紧张，还有10秒。哇，有欢呼声吗？You just made me die.